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，他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了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黑板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是等着你们给他打电话吗？谁敢给他打电话呀？拜托，就算有人真的想给他打电话，打电话干嘛呀？白天在学校里面训的还不够吗？晚上下课了还要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在家里面再训我们一顿。你们是不是给训怕了呀？哪有人会留个电话等着人打电话过去再挨顿训的？他留电话摆明就是让你们给他打电话，让你们表明态度，没准现在就等着你打电话呢。我啊，哎呀，别磨蹭了，赶紧打吧。教授吗？我是赵小青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哦，好的。或者明天下午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拜。怎么样？玛丽安老师说，让我有空的时候最好明天下午去他办公室跟他聊一聊。那那不没事了吗？早就应该打这电话。其实马良老师在这件事上做了一点错都没有，一篇文章两个作者，还要争个第一第二，本身就是比糊涂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他留电话肯定是想让你们跟他沟通。哎呀，我之前就没想到嘛，不过现在心里舒服多了。是啊，这不踏实吗？谢谢肖战哥。嗨，回去吧，走。上次你不是说我泡的咖啡太苦了，我就加了牛奶。你尝一尝。非常感谢您。我想知道你上次不喝它是因为很难闻吗？不是，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，我不会再那样了。嗯，好。你为崔西送来了他完全遗忘的报告，是不是证明你们两个已经和解了？是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埋怨我当时没有替你说话。好吧，说实话，我是有一点埋怨的意思。不过有人告诉我，作为老师，您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而且您还帮助了我们，让我们俩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。这个人很有见识。这个人是谁？对不起，这是我的秘密。好吧，很高兴你能认识到这一点。署名的问题只是形式上的先后，我希望在你的心里能把对待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放在私人情感之前。无论以后你跟什么人合作，都要签署一份合约，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分配你们的责权利。嗯，我会记住的。不过我并不认为成为科学家和保留丰富的情感之间有什么冲突。我希望我能成为科学家的同时，我也能成为让我的家人开心的那种人。你要知道，最好的学生是对老师不满意的人，但他一定会令老师骄傲。对了，我有一个新的研究课题，这个课题是关于癌细胞的逆录入问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参与进来。你可以用现有的试验数据展开进一步的研究。我可以用您的研究数据？当然。如果将来能够成文发表，你还可以署名第一，我第二。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你有一种非常好的中国茶，下次能带来给我吗？
哎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咖啡尝起来真的挺好喝的。嗯，谢谢。嗯，不客气，你可以随时来喝。嗯。Ladies and gentlemen 啊，这个咱们的肖战哥是咱们这几个里边第一个进入美国大公司的啊，这个说明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了，咱们得快马加鞭，羊头赶上，学习肖战好榜样啊。肖战哥这一个工资最少也得好几千美金吧，这要是搁在国内，那一个月就是一个万元户的节奏啊。哎，实习兄啊，你也别飘着了，赶紧好好找一份工作吧。我也想找个好工作，多赚点钱，这样回家有面子啊，对吧？那钱这东西啊，用我们青岛话来说，就是个犟玩意儿。你光是求着他吧，捧着他没用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，你得薅着他脖子玩命干呀，拿出吃奶的劲儿把他给降服了，以后他就听你的，说什么都跟着你走。行啊，咱今天为了肖战苦尽甘来，出人头地喝一个。也为了在座的各位将来都有出人头地、苦尽甘来的那一天，干杯！干杯！为了梦想，一起努力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。响亮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爱情，别怕。美国，老子要活下去。活着，和你杠到底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艾薇的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呀？真的别考虑太久了。柏拉图曾经说过，一个人不论干什么事情，如果失掉恰当的时机、有利的时节，那就会前功尽弃。你知道柏拉图？你十一哥，我是有两个文学学位的人，听你十一哥的话绝对不会错。
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要跟乔过不去？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我相信艾薇已经跟你说过了。等到下一个姑娘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就像那隔夜的披萨，就会被那个王八蛋给扔到一边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愿意离婚啊，愿意娶你，那下一个被家暴、被揍得鼻青脸肿、关在笼子里边的小麻雀也是你。你们都是中国人，我怎么能完全信任你们？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，你和艾薇，你们两个属于一个阵营的，那个王八蛋他自己一个阵营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和艾薇，你们两个人是利益共同体。我说得很清楚了吧？如果按照你说的，我会不受任何影响吗？这一点你能向我保证吗？我可以保证你不受到任何影响，只要你把照片提供给我就可以了。即便是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那站在幕前那个人也是艾薇，你只需要躲在幕后，表演的事情交给他。你想想，你们两个人都是这么优秀的演员，两个优秀的演员合作演一出戏，太简单了。如果事情顺利解决，就要这个王八蛋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否认家暴的事实了。如果再加上一个婚内出轨，玛莎，我保证你可以得到一大笔钱。好吧，照片的事交给我。艾薇，塔尼亚，艾薇，我到处找你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塔尼亚呢？我让他早点回去休息了，今天的晚餐我来做。又给我煎牛排了。只要你乖乖的，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的。没有牛排，只有面条。这是我家乡的阳春面，你要吃吗？要吃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做一碗。我不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，我要吃牛排。没有牛排，只有面条。艾薇，既然你不饿的话，那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吧。周，哦，当然了，我希望你可以保持最后的风度，不要大吼大叫，也不要家暴，好吗？亲爱的，你今天很不一样，难道是因为吃了中国的食物就神气变身了吗？周，我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改变的。这不是很浪漫吗？在我们西方世界，女人就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，你是我的。如果有一天这个肋骨要离开你呢？我不会让它发生的。那你可能会有一点麻烦。宝贝儿，你是送了我个礼物？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？家里的私人医生不敢帮我看，外面那些大医院的医生一听我是詹姆斯太太，不愿意惹麻烦。但是有一位华裔医生帮我验了伤，开了这个验伤报告，他很同情我。你要知道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，家暴永远都是最恶劣的行为。你为什么不说英语？我说的是这些。怎么了？这些照片不好吗？我觉得拍得很好。你看，是不是比咱们剧场的摄影师强多了？
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加点工资啊？艾薇，原来你一直是在伪装，一直在骗我。你错了，我不是伪装，而是隐藏。你说你最喜欢猫，但我发现你一点都不了解猫。够了，原来你一直在跟踪我，一直在偷拍我，你这是在侵犯我的权利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权利，那我的呢？我的权利，我的尊严呢？从很早之前开始，就被你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践踏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里的规矩不一样。家暴就是你的规则。你这是在故意挑衅我是吗？赵，在我的家乡，一个女人如果愿意为了这个男人隐藏自己，那是她希望两个人之间还有可能，她希望自己可以爱上这个男人。但是你完全泯灭了我的希望，嫁给你以后才是我真正噩梦的开始。又开始了。这些东西看你是要交给警察还是记者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每一样都可以上头条，每一样都违反了我们的婚前协议。当然了，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联系我的律师。肖战哥，你真了不起，来美国这么长时间了，艰苦朴素，一点都没变。现在一个月拿3000美金，明明可以租一个更好的公寓，这一间会不会小了点儿？挺好的，我挺知足的。现在房子多难找啊，是不是？钱啊，什么时候进用？你就搁那儿不动，最近花。你只要一动，再多钱也不够花。不够花吗？3000美金，哎，这房子租金才一个月600，还有2000多，够了吧？你想想，通宵吃饭能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其他大学生肯定可羡慕你了，就刚毕业找了个工作，3000美金一个月，而且啊，专业还对口。哎。肖战哥，你这些衣服哪些是要洗的呀？别让我混在一起了，一会儿我把它找出来跟你手洗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西装是不是烫一下，到公司去上班才会更好呀？我给你买了个东西。啊？没事，就是。哎，好看好看。哎，那墨西哥小子没蒙我，我跟他大概描述了一下你，他说你戴着准好看。哎，真是好看，很好看。你送给我的东西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就顺便路过一地儿，我就买了。对，也不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出来合适你。干嘛要送东西给我？啊？我感谢你啊。
你说你帮我到处找房子，是不是？你还帮我收拾东西啊？你刚才还想给我洗衣服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送了一盆清凉油。这清凉油能有多少钱啊？还是我用剩下一半的。礼轻情意重，我这人就这样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哼。你第一次发工资就想着买东西送给我，这是你的一片心意。哎呀，不贵不贵，你千万别以为是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个玩意儿。喜欢吗？哎，喜欢就行，喜欢就行，喜欢就行。万事俱备，我要像我的老板一样，从这里白手起家。你老板？嗯。跟这儿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老板就住在离这儿两个街区远的地方，他的公司也在那边。我老板很厉害，通过几年时间，让一个小公司挤进了同行业的前五。现在他有两层办公楼，近百个员工。哇，真的很厉害哎。对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，甚至能够比他还强。我也要开办自己的公司，我要开办自己的专利，让美国人的生活中都有我的产品。干嘛？我像吹牛的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在宣誓。对呀，这就是我的誓言。你想，我们远离亲人，漂洋过海来到这么个陌生的地方，这本身就是一场为了梦想放弃一切的仪式。啊，放弃一切？为什么？当你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目标，身边所有一切都可以成为他的附属品，不对吗？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我觉得好像又不是这样啊。你就这么想？你来到美国以后，你会变成什么？我会是一只大鹏，我就是来到美国，我让自己大展宏图。对，大展宏图。那你要这么说呢，我就是一只风筝，飞到了离家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然后风筝呢另一头的线头呢就在江苏那个小村庄里面，在我爸的手里，所以不管我到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安全，永远不会觉得害怕。风筝啊也可以飞，但是不自由啊，它飞得再高，那一头总有人拽着。不是不是啊，风筝之所以能够飞得又高又远呢，就是因为另外一头有人不断地给它放线，不断地拽着它呀，所以才不会迷失方向。所以呢，我能来到美国学习啊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是我爸和全村的人对我的帮助。啊，跑这儿来了。胡萝卜、番茄、生姜、土豆、洋葱、雪菜、牛肉，牛肉炖土豆，牛肉炖土豆，牛肉炖胡萝卜。哎，越狱了，越狱了啊！嘿，喂，他怎么出来了？趁你不备的时候越狱的呗。干嘛呢？跟这些菜挨个聊天啊？
不是，我是在统筹安排合理的利用我的时间。你看啊，这样呢，不至于我最后一道菜出来以后，第一道就凉了呀。哎，建国他们一会儿就到了，您这第一道菜还没下锅呢吧？哎呀，我刚忘了那个龙虾了，那再算一遍，土豆、牛肉，要不就从那个耗时最长的牛肉做起吧。行，你把这个都收起来吧啊！我来，去。不，我说了我来帮你。哎，行，你也别帮我了，越帮越忙啊！你一会儿就帮忙多吃点就成了。去吧，勺子给我啊。那我帮你把这个带上。给我吧，我帮你带上。哎。土豆炖牛肉，西红柿。你不是也在跟他们聊天吗？不是，我这聊法跟你聊法不一样啊。你真的不用这个书吗？哎，不用，我都能写这个。你快出去吧，去。那我去研究一下啊。研究吧。哎呦，张哥，你这房真不错啊。说的跟我买的似的。听说国内能买商品房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不是真的吗？不但可以买房，听说还可以分期呢。那回去我也买一套。来，吃点水果。快，你都洗好了。哎，你人都吃上了。你没洗就吃了。肖战，你们家苹果没洗皮儿啊？啊，苹果这摊事儿我不管。哎，今天人到的这么齐，咱们是不是得拍照留念啊？嗯，那必须的。这个好，是吧？好主意。哎，那个战哥，你站小青旁边啊！就是你俩，站这干嘛？去，快去啊！往那边走。来，魏红，你靠近点啊！好了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往这儿站点吧，还有点少雨呢。这儿可真美啊！不过我的家乡更美，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呀，比这儿可好看多了。你是不想家了？嗯，梦里夜里都会想。女孩就是容易多愁善感。你不想家吗？你难道不想你爸你妈呀？也会想，那想的时候就写写信，打打电话。写信啊，打电话，那都是画饼充饥，望梅止渴，怎么可能平复想家的心情吗？你知道吗？每次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呢，我就特别想钻到电话那头去，能够真实的陪在我爸身边，那种感觉多好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工资啊，我随时给你备着买一张机票的钱，想他了，咱就买张机票回去，行吗？真的？你说的我可记住了。我说的。但是你还是要尽早的适应这边的生活，因为早晚是要在这儿安家落户的。你得学会独立，对吧？我没有想过要在这儿安家落户的。你大老远跑这儿来就是学点东西回去吗？为什么不回去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？因为我是中国人呐，我的家在中国啊，当然要回去了。我知道我也是中国人啊，可是家和事业是自己建立的，对吗？没有规定说这个家必须在哪儿。嗯，可是我的初衷，我那个时候想过来美国呢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啊，让自己变得丰富起来，有能力回去以后建设我的祖国，建设我的家乡，让我们全村的人都能够过上健健康康的好日子。可是这个好像并不冲突啊，你来美国是为了学习，你也知道，美国的科研水平还有科技技术目前都是比较发达的，它只会为你的梦想添砖加瓦。那么，为什么最后一定要回去呢？哎呀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我认为，我的梦在海那边，在中国，当然要回去了。小青啊，你看，这是一种草药，它叫益母草。它为什么能治病？它能治什么病？想知道为什么，就得靠你以后慢慢学了。爸爸，等我学会了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
詹姆斯太太，你好。你还是叫我艾薇女士吧，我跟詹姆斯马上就要离婚了。如果你非要坚持离婚的话，那么我有责任提醒你，结果绝对不会像你想的那样。你不但会输掉这场官司，还会失去你的名誉和詹姆斯先生对你的爱。是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陈律师，你要不要还是先坐下吧？我有预感，你今天会在这待很久。詹姆斯太太，你不要忘了，这里是美国。离婚可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排队领个证就可以。在美国，离婚有着复杂的法律条文，特别是像詹姆斯先生这样的。有多复杂？你说来我听听。这些都是专业的法律知识，就算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在短时间内也无法理解和应对。陈律师，以前你每一次都能很好的吓唬住我，你要不要今天再试试？如果成功了，你是不是又可以去跟詹姆斯去邀功了？詹姆斯先生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公民，他的离婚诉讼可以转移至阿拉巴马州，而阿拉巴马州对于婚姻诉讼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判例法。根据最近三年的情况，他们基本上不会支持非美国原生公民的离婚诉讼。这也就意味着你会输得很惨，一分钱都拿不到。判例法？对，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解释得清楚一点。不必了。陈律师，我想我们要不要直接来谈一谈美国在1983年通过的统一婚前协议法案。我记得有27个州都在用的。陈律师，要不先喝口咖啡润润嗓子。我说过，你今天会在这待很久。Tania, get me my favorite black tea, please. 詹姆斯居然惹上了这么可怕的女人，还娶进了门。陈律师，告诉舅，让他别忘了去见我的律师。我花了这么多钱雇佣你，还不如全都扔进水里呢。詹姆斯先生，艾薇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列举出所有的法律条款，他都能够反驳，甚至可以说是引经据典、滚瓜烂熟。事实很明显，他为了跟你离婚，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。难道你从来没有察觉吗？没错，是我太小瞧他了，还以为中国女人是温柔软弱的，可以做一个听话懂事的妻子。詹姆斯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想错了。像艾薇这样能从中国考入格林大学的学生，就算在万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，也是能够脱颖而出的佼佼者。他们拥有着非凡的智商和才华，而中国的考试方式让他们拥有了超强的记忆力。所以艾薇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只会梳妆打扮、唱唱跳跳的女孩子。我当然知道艾薇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孩，不然我也不会把她娶回家了。只是我真的不再年轻了，已经没有驯服女人的精力了。詹姆斯先生，难道从一开始你就是抱着驯服她的想法才跟他结婚的吗？
我之前的婚姻已经让我精疲力尽了，我想要的只是一个举止得体、聪明伶俐的小家伙，让我抱在怀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。您知道在中国是怎么样形容厉害的女人吗？人们叫她们母老虎。母老虎？对，您试图驯服一只老虎，那就注定会被咬伤。母老虎。请慢用。嚯，炸酱面，哎，有样有样，就是你给我都拌上了。嚯，你这面条够坨实的，都拌不动。当然啦，我炸过来呀。你炸完酱还炸面了？还要炸酱吗？酱没炸呀。我没有炸酱啊，到底要炸谁啊？炸面呢？不是，炸酱啊。不是你炸酱面就是炸酱啊，你炸面条干嘛？我不知道要炸酱，但我炸了面，反正吃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吧？你试试嘛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先尝尝吧。怎么样，好吃不？这可是我第一次做饭哦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我看过了，跟那个图上的一模一样的。嗯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给我尝一口。不是，我第一次做饭，我都没有尝过。不能吃独食哦。你，挺好。你怎么？你别吃了，你吐出来吧。不，这太咸了，不能吃。你听我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做的这么难吃。应该就是这个味儿。你要做的太好啊，我以后吃不着，心里老惦记。你这样对我就太残忍了。没事，咸了兑点水，淡了再来点酱，没问题啊。这没法吃的。有法吃，我这不吃了吗？嗯。哦，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炸酱面。你小心点，詹姆斯先生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让我在那个女人身上损失了好多钱，你知道吗？詹姆斯先生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他可是请了全纽约最贵的律师。就。你肯跟我说话了？不是让你的律师代表你全权发言的吗？我只是让法律的归法律，情感的归情感，这是你教我的。我没有教你，而是你教了我。我应该是支付了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学费，才学会了要永远躲开看似柔弱的中国女人。赵，你并不是这段婚姻最大的受害者，我分走你一部分财产，你也摧毁了我到目前为止全部的人生。你为娶我而感到懊恼，我更为嫁你而后悔。艾薇，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过下去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摆放在家里面的花瓶，一个随时可以装瞎的妻子。你觉得我们这样的婚姻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吗？那你呢？你跟我结婚不也是为了钱，为了我的身份吗？所以我也付出了代价。我失去的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你是想把自己说得悲惨一点，好让我心里舒服一些是吗？你在害怕我不甘心以后再找你麻烦？我相信以你的脑子不会干出蠢事的。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没有必要那么生气。既然我们不是带着爱意去结婚，
又何必带着恨意去离婚呢？没有爱，却花时间去恨，多可笑！母老虎，真的是一只母老虎。时光之一